准备你的可乐，即将在我们店店听皇家大乐团即将上电影了。来，全场的朋友们准备系上您的安全带，来到了好男人的马达加斯加，即将给你们不一样的感受。来，各位朋友们，开启你的分享，因为在我们的八点钟，在我们店店听皇家大舞厅，即将由美丽的珍妮带来美妙的送音乐送给大家，准备 Let's go。来，抛开所有烦恼，来到这大舞厅，即将给你们呐喊。来，全场的朋友们，赶快动动手指头，赶快邀请你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 ID 26057366，因为待会有我们的珍妮送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。还有我们的三分钟，还在有三分钟，待会我们珍妮花已经准备好了，她要带给大家的歌曲就是。来，我需要你们的尖叫声，以及欢呼声，以及口号声。别吝啬你们闲话，别吝啬你们礼物，别吝啬你们最爱惜啊。来，我们的人数已经达到87个人了，赶快动动手指头。准备了，即将要开始射手舞，把你们最热烈的舞步送给大家了，准备 Let's go。 还有两分钟，赶快动动手指头，邀请你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 ID 26057366。来，全场的朋友，别忘记了呼吸，你们的呼吸在哪边呢？剩一分钟了，因为剩一分钟后，我们家的珍妮准备要带来美妙的歌声以及动人的音乐送给大家了。现场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们还有在呼吸的话，麻烦请开一下你们的分享，以及动动手指，邀请你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到会场，请拿起你的电话开始 call in 0800-046-046，因为我们家的珍妮会马上为您服务到家，准备了没？好，时间来到了8点钟了，我们的珍妮准备要献给大家美妙的歌声以及她的音乐，来宾请给她热烈的掌声，以及吼吼声，以及你们的最热烈的花花。好，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角珍妮，好男人准备下台鞠躬，谢谢大家。
哇，谢谢好男人，这就是我指定的 DJ， 对，这样可以让我火起来的感觉。好，谢谢大家好，我是呢，今天首九月一号第一位，好，这个在九月份的时候，我准备了今天的一系列的主曲，但是呢是台语歌，所以跟大家分享，这是江蕙的台语主曲。
没有再算了。今日真正有在算，因为我准备要礼物要送给大家，一栋楼啊厝，肯定好无在算，反正这礼物送不出去。
共这个主曲是几条歌？总共有几条？紧啊，这是有礼物啊，有礼物有。错，只容许三个人答。错。我不啊，好，没人答错。啊，本来哦，就没人猜中。本来我的礼物哦，是打算要送大家一栋大楼。哦，透天厝里面又有女佣，又有那个三宫六院服侍你哦，给你皇太给好色好色这样子。啊，竟然没人答对，实在啊，好遗憾哦。不过没关系了，还有下一回合。好，明年再来好不好？永修，赶紧。好，接着再来呢，就是啊，也是他的这个江蕙的另外一组的组曲。好。把这首歌呢献给你们大家。这首呢说明了我们这个所有爱唱歌的朋友，然后演唱的朋友们，然后你们听歌的朋友之间的感情互动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来参加，谢谢你们对真理的喜爱，我也爱你们。心的光
挤满100个人按赞，我就开私讯。好 ，OK， 但是呢是要在一个小时之内。好，再来，你们刚刚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唱的这个主曲里面，总共，总共，总共有两首，对不对？好。然后这两首呢，你们知道歌名是什么吗？哎，有可能会有礼物哦，有可能哦。所以呢，给他们又看麦呀，给他们又我看麦像高安呢，能聊聊我这样子，聊我唱的。有人知道吗？没好啊，没好啊，算了啊，没法懂。本来我想说再送出第二栋透天厝，结果没来不及啊，一旦截止了。好，想讲要想要上第二栋透天厝，OK， 既然无啊无呢，我都又很可惜 ，Part Two， 好没有关系，不过没关系，人生充满着希望，好不好？不会绝路，总是会有希望的，好不好？现在呢，来到第三的主曲，我已经。跟他准备第四个主曲啊，爱情啊，已经泄题呀，哈，记得泄题啊。
问，请问无情人，伊住倒位？伊家住喺倒？答对的话，又是一栋透天厝。举办一个面对面的歌友会，你讲呢？好不好？
然再行亏思绪脑，暖暖的萤火能抛弃我头破玻璃，当论过多高情比几丢忘是汤底，已经给爱中论凶小鼻子小眼睛要看本人嘛，是不是？看那师兄干什么？好，对呀、啊，我是今日之星，呼呼呼呼呼，好了，而且还是大星星哦。对呀、啊，看本人比较赞啊哈。我们呢就来找一个，我会请那个风水师帮我们来算一下。哪天是良辰吉时，不会跟大家犯冲到的一个日子，好，然后跟一个时间，我们就来举办一个歌手面对面的接触。你们说这样子好不好啊？对，但是呢，我们必须要先有这个风水师，然后才能看这个时间，好，好才能办这样的活动，好，所以好没关系，大家慢慢等，总是有这么一天的。好，那刚刚你们有没有做好笔记了？刚刚那一首歌总共有几首，你们知道吗？然后它里面哪几首歌串联起来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一定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错，不对，太多了，错啊！你看啊，真是可惜。原本呢，这个第三题啊，第四题也好，我本来想说，这个前面大家都共估嘛，把前面累积起来的透天错再加码进来给你们，啊，结果还是错啊，那就又再一次的可惜，非常非常的，我实在是非常有诚意的，今天呢准备了这些歌，还有准备这些礼物，好，然后可是就非常可惜，没有办法送到你们的手上。好，那不过没关系啦，好，来年有可能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接着下来，我准备了第四组的。最后一组了哦，认真听哦，我会出题的哟，答对的话就累积哦，全部哦。前面几题的加起来哦，就一条街了哟。凛凛的风，亲像是无意的依偎，不通来压动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，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行过，
感谢天地轻松和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，顶顶的爱已经很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那个，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已经无完整，相信感受的其实我拢想过，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风过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我有爱过。
一直跟我叫不着名，一时啊叫我珍妮花，一时啊叫我是真啊，你们都叫什么名？结果你们大家真正叫我珍妮花。珍妮啦，对啦，好，我叫什么名？刚才您放过了，辛苦了，好吗？好啦，我准备了四组的这个主曲，好，雨涵，搞笑你，好啦，其实我叫做江慧，好啦，这样也会，那样也不会啦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呢，我刚刚总共呢准备了有四组的和那个主曲哦，那对啊，我总共用几首歌？好啦，然后我呢，刚刚就是我原本准备了四组，然后呢，真的啦，我有准备说要有赠送小礼物，可是这的话，因为我自作聪明，我想说你们应该不会要，你们一定不要的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算了，我就自己。暗杠了这个礼物下来，这样子，对啊，因为我想说，对啊，我就是四首主曲，总共有三十首，好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滴，答错了，再来，不对，对，太平真理，有颗烂掉了的石头。没有，大师兄，你说这里非常人性化，对啊，因为他避免你啰嗦，有没有？然后他就说你重复了啦，你又说同样的话了啦，所以真欢喜 ，Hello， 你好，对啊，你知道我高扎喜代的名字哦，好，好了，那因为没有说真的啦，我本来好，我有准备这四首歌，然后有这个让你们猜谜，那但是我真的以为，我在想你们一定会不要这个我准备的礼物，不是偷天错了，不是偷天错，但是是我精心制作，自己亲手制作的月饼，这样子，可是你们一定不要啊，对不对？你们一定没人要啊，对不对？要吗？要吗？但是这样就会暴露你们的那个真实的那个叫什么东西，那个真实的资料啦，因为我要寄到你的手里去，不是啊，那个中秋月饼啊，凤梨酥还有蛋黄酥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我亲手亲手掐的哦，对啊，只是我自作聪明，我想一定没有人要，就算有人要，你们也是答不出来的。对啊，你看嘛，没人要啊，是不是？没人要啊，就詹姆斯要。好啦，詹姆斯，那你又答错了。灵儿也要，灵儿你愿意哦？你要？好，那好，我再用给你们两个猜好了啦，好不好？用给你们两个猜。好，我唱别首歌让你们两个猜啦，好。简单一点的，简单一点的，好，宝贝也要，真的吗？都顾着听我搞笑，我那种搞笑啦，我很认真，我是今天的什么今日之星呢？好，林波姐，我是没要星星了啦，对啊，我是今日之星，我怎么可能来搞笑呢？我很认真呢。星星啦，星星啦，今日之星啦，星星熊亲啦，好，真的吗？你们愿意哈？你们要哈？真的吗？真的哦，真的哦。好，那个，好，要的人来猜啦，好不好？要的人来猜，然后那个工作人员不能猜，青头、绿头、黄头。有染头发的人不能猜，有染头发的不能猜，好，因为染头发的，我本来就有我的心意了，好，你们不用猜，好，我就会有你们的名额了，对啊，可是只是说，
好，你们现在是不是非常恨恨你们没有是这个议员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堆心瓜，会不会气现在才加入这个家庭？好 ，OK， 好，对，你叫你老公猜，你叫那个白头发的人猜。好，那我就重来一次哈，把这一题给你们哦，给你们哦哈，这一首歌给你们猜哦，好，这一首歌给你们猜，简单的哦。然后呢，愿意提供你们的真实资料的人猜，好不好？不愿意提供的人呢？没有啦，这次是真的啦，因为本来我今天就有打算要跟你们玩这个游戏，可是我是怕你们，我自作主张啊，自作聪明，我想你们不喜欢啊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注意听哦，要猜的人哦，注意听。前奏已经响起，牧笛叮当声声细细，掌声表示你对阮的热情。啊，有人欣赏阮的歌艺，有人好奇阮的感情。落台后，只是平凡的路声。啊，步步点点也该人生，你暖暖都变人情。又多想起，心思渐是放袂记，不愿别人来看见，这人心酸的滋味。做笔记哦，做笔记哦，你要把它做笔记，因为呢，我只求三名哦，我只给三个会员。前奏已经响起，舞台灯光闪闪细细，掌声表示你对阮的热情。啊，有人欣赏阮的歌艺，有人好奇阮的感情。无代后，只是平凡的路上，啊，步步点点也该人生。无心情，鸟啼声又搁响起，心事暂时放袂记，不愿别人来看见，这个人心酸的滋味。做笔记哦，然后呢，我是开放给愿意那个公。就是暴露你的个人隐私的，对啊，因为寄送礼物呢，就是要寄到你的家里啊，然后你的名字啊、手机号码呀，这样。好，所以呢，不介意的人、愿意的人可以猜哦。有人欣赏我唱过的歌，心肝内深深感谢。月界的路有你作伴，我才会继续惦记。一路起起落落的变化，唱出着你的心声。人生来来去去的变化，洒落过谁人手的线。你热情的掌声。真心的歌声，平淡世间，美丽港湾。若是你听到我这首歌，这是我最近的心声。天边的海角，无论你在多想。
有做笔记的吗？有谁想要参加这个活动呢？好，算了。有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有谁愿意 ？Yes, I do。好，想要参加的人，赶快准备好哦，我要出题目了哟。刚刚太小声，没有听到游戏规则。好，就是其实我是要送给这个会员的礼物，就是亲手做的中秋月饼，就是那个蛋黄酥啊，还有凤梨酥，这是我亲手掐的，亲手做的。然后一点一点嘛，这样子捏，这样捏起来的。对，那但是呢，如果说啊，你们啊，就是那个什么，但是因为这个寄给你们，一定是要就是你个人的那个资料嘛，一定是要你们的电话啦、住址啊、姓名啊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就怕说你们有的人会不喜欢泄露，所以如果说不介意的话，如果想要不是想要泄露，就是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参与这个赠奖活动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只取三名啊，给我们的会员这样子。对，请只有取三名给我们的会员，香港哦。好，可以，因为我知道你一定答案也不对，我为何不故作大方呢？可以啊，你住美国，你住在非洲，好啊，我还是一样可以亲手拿给你，只要你答对。台北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住在，不论你在什么山东山北，加拿大也可以啊，对啊，你住在哪里，外星外太空我也拿去给你啦，我会请我家那个阿姆斯壮有没有活过来寄给你。好了，快点啦，有没有人要参加？对，有人要参加吗？要参加的人呢，请注意哦，请注意，我要出题了哟。刚刚那首歌最后一首是《美丽的港湾》，我总共唱了几句啦啦啦，啦啦啦有几个字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，不要哭啦，不要哭啦，开玩笑，我开玩笑的啦，我开玩笑的啦，我就算你说得出来，我也没有正确答案，不要哭，买啦好啦，认真哦，认真哦，但是这是真的哦，你们要准备好你们的那个上麦的速度哦，我要请那个小鬼啊，等一下帮我解开，然后你们用那个排麦，取前三名。取前三名，好，但是那个一样照顺序，如果说那个答案错误的话，好不好？这两首歌是哪两首主曲？哪两首？好，两首主曲是哪两首？好，这个好男人你要准备了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就结束了。好，这个把中奖名单呢，把中奖名单公布之后，好，有谁答对？到目前为止好像只有詹姆斯答对啊，那詹姆斯独得三盒，小呆呆意见人生 Vlay 高啊答对了。好，还有呢，第三位好男人意见人生 Vlay 高啊，真是个聪明的男人，知道要复制这回事。好啦，工作人员就不必了啦。好，现在要好，答案都对了哈，还没啊，还没啦，还没啦。好啦，愿意的人哦，愿意的人，工作人员就不用排了，工作人员就不用排麦了哈。等一下哦，哈，工作人员不用排麦，因为工作人员我有预备你们的礼物了。好，那个哦。我喊那个一二三的时候，那个三你们就要开始了，就要上麦了。好，那个听到三的时候，好，那个三的时候就要上麦了。
好，现在不能动，不可以偷跑哦。好，要听到三才可以哦。好，那个小鬼，你有帮我解开了吗？以那个按那个排麦速度前三名哦，好为主哦。好男人有，好男人也算，好好男人，但是不可以偷跑。好男人，你很容易冲动，冲动，你的手在冲动。好，三再按哦，对哦，要注意哦，听到三才可以上麦啊，才可以点那个排麦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哦，放，可以啊，可以有，宝贝也有，宝贝也有中，只要你愿意的话，你愿意哦，哈。好来哦，解麦了，解麦了，解麦啊！注意要听哦。啊，小鬼，你有解麦了吗？好来哦，好，预备，注意听哦，注意听哦，没有三不可以哦。等哦，阿宏哥，你不能排了，因为偷跑，先出去，先出去，先下去，等一下，先出去还没啊？先不用让他自己先下去就好了。好了。注意啊，还没啊，哈，还没有，要注意听哦，要三才可以哦，对，要听到三才可以哦，好，解开了。